歇一会儿呗。哎呦，哎，好烫！累死我喽！啊，师傅，哎，你看，师兄回来了。师傅，前面几百里都是大火。 过不去。哎，走喽。呆子，哪儿去？哎，怎么？西方既有大火挡了路，我看呐，咱们还是回东方去吧。哼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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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揪啊，别揪啊！耳朵都快要掉了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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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！你想的倒美，咱们到西天取经已经走了一半路程了，难道半途而废？ 哎，我这叫啊，见机行事啊！哼，别吵了。悟空，你看怎么办？不要紧，师傅，我去找牛魔王的老婆，借那芭蕉扇来，把火扇灭，就可以过去了。嗯，哼，你那年把他们的儿子给收服了，他们恨你都来不及，还会借给你芭蕉扇？别做梦喽！ 说的对呀，哎呀，这，管他呢，碰碰运气吧。师傅，我去了。 请问，牛魔王大哥在家吗？嗯，大王到碧波潭喝酒去了。哦，你禀知公主，就说取经的和尚孙悟空，因为叫火焰山挡住了去路，特来求借芭蕉扇一用。借扇子？你等一等。 什么？他叫孙悟空，啊？哼，孙悟空！泼猴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哎呦，哎哎哎！哎呀呀，慢点儿，慢点儿啊！哼，嫂嫂。 我老孙有礼了，泼猴，你坑害我的儿子，还有脸来借扇子？哎，是你儿子不好，要害我师父，我老孙没有法子，只好把他收服了。少废话，伸过头来，让我砍上几剑，你若受得了，就借扇子给你。哦，要砍我几剑？哎呀，这，行啊。 只要嫂嫂肯借宝扇，多砍几剑也行啊。咦？嗯？啊？再砍，再砍，再砍！哎哎哎哎，嫂嫂，请借宝扇，请借宝扇，请借宝扇。哎哎哎！嘿，哈哈哈哈。
好扇子，好扇子，啊！谢谢。扇子把我给扇到这儿来了，灵吉菩萨。哦，原来是孙大圣啊！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哎，别提了，铁扇公主一扇，把我给扇到这儿来了。请问，这离芭蕉洞有多少路程啊？50000里。啊？50000里，嗯，哎，还不够我老孙一个跟斗呢，告辞了。哎，大圣，大圣，大圣，等一等。你到哪儿去？回去借扇子，保师傅过火焰山。他要是再把你扇回来，怎么办？好、哦，哎呀，这，这是定风丹，把它带在身上，芭蕉扇就不管用了。好、哦，哎，妙啊！嗯，谢谢。哎。主，你把孙猴扇到哪儿去了？扇了他84000里，这下子管教他的骨头都摔碎。嫂嫂，我老孙要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嫂嫂，刚才你送我到小须弥山去玩了一趟，我老孙真是感谢不尽呐、啊。可是我老孙没有心思游山玩水，所以又赶回来求借宝扇一用。少废话。你知道我公主的厉害，嫂嫂不用小气。啊，请把扇子借用一下吧。哎呀，渴死我了，倒杯茶来。你在哪儿？我在你的肚子里。啊！你不进，我老孙可要翻跟斗了。快拿宝扇来。
叔叔，宝扇拿来了。叔叔，快出来呀！我这不是已经出来了？哎呦！谢谢了。真扇子是借不到喽，我看呢，咱们还是走回头路呗。哼，你真不中用。我老孙一路上遇见多少妖魔鬼怪，哪个时候像你这样泄过气？哎，别吵了。悟空，你看怎么办呢？不要紧，我去找牛魔王，非把宝扇接到手不可。哼，吹牛。茶喝了下去，孙悟空就在他肚子的心腰作怪，疼得公主在地下直打滚儿。没法子，只好把扇子借给他。好大胆的泼猴，叫你尝尝俺牛魔王的厉害。大王，大王，糟了。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公主借给他的是把假扇子。嘿，哈哈哈哈，孙猴子上了公主的当了，哈哈哈哈。牛大哥，我看这家伙早给烧成灰了，走，咱们还是去喝酒吧。哼，倒便宜了这个猢狲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了！牛大哥，请。为尊夫人的神机妙算，干！干！哈哈哈哈！牛大哥，你看舞得怎么样？啊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
破猴给害了。嗯，是啊是啊，嗯，这个泼猴，真真的岂有此理呀！哈哈哈哈！哎，你怎么还不回去啊？嗯，哎，这个丫头好无理，怎么不搭话？怎么了？啊？奇怪，是谁使了定身法？ 大王放心，我借给他的是假扇。嗯，这个泼猴太可恶了。嗯，可别叫他把真扇子骗了去啊！我岂能受他的骗？你看，这不就是那宝贝？嗯，让我看看。 我看这是假的，我看你真是醉了，怎么连自己的宝贝你都认不得了？嗯，不信你念，宝扇宝扇快长大，你就知道真假了。啊，是真的。 这我就放心了，啊！你就是孙，正是我老孙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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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宝扇，宝扇，快长大！好扇子，好扇子！宝扇，宝扇，快变小！坏了，变不小了。哼，变不小，我老孙也不在乎。泼猴，还我扇子！哎，夫人，你怎么了？谁是你的夫人？看见。夫人，难道你醉了？
你当奶奶认不出你？佩仪，你疯了！你真是大王吗？是的，公主，刚才我同大王一块儿回来的。啊？大王，师兄，呆子，你来干什么？师兄，师父着急了，叫我来看看你。不用急，你看，这不是扇子？耶，师兄真行啊！来，让我老朱看看。啊，你是谁？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泼猴，认得我吗？对。扇子夺回来了，魔头开门来！大王，你受伤了，把扇子借给他们，让他去吧。啊？这扇子是小，这口气不能忍受。魔头出来送死！大王，大王别去！放开！放开！大王。看得出来不出来？看得出来不出来？好啊，来！去了，呆子，哼，那不是他吗？不像，不像。妙啊，妙啊！Thank you.
有什么本领？这点本领算不得什么。嘿嘿，你瞧我的吧，变砸。多谢嫂嫂，宝孙用完了一定还给你。霍岩山呐，霍岩山，我为你吃了多少苦头啊！哎，啊，好扇子，好扇子。你告诉我，怎么样才能灭绝火根，为民除害？我一定把扇子还给你。只要连扇九下，火就永不再发。嫂嫂，多谢了。叔叔，告辞了。师傅，上路了。好了，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走，走，走。你干什么？